哎呦哎呦哎呦！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怕是动了那个胎气了。哎呦，动胎气了？怎么能去医院不？不用不用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是，哎呦，容容，动胎气了是吧？嗯，那不行啊，咱们得去医院看呀，走啊，去医院啊！不用，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这么爱演戏呢？啊，怎么这么爱演戏呢？啊？ 你一会儿真的难受，气死了你这个小骗子！